将到大雪封山期，军事计时摄制组跟随运输物资的车踏上了前往这里的路。记者很想知道那些被称为住在天边的兵的训练生活究竟是怎样的。然后每年10月到4月份就是大雪封山状态，然后我们在大雪封山之前把竹子使用，是这种的。物资运输车一路向哨点行进，记者亲眼见证了从遍地羊群到荒无人烟，从零星植被到满目苍凉的转变。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，我们终于见到在云雾中的巴弄卓康哨所。小植物、小花都养得挺好的。这是假花，是不是缺氧啊？把假花当真花看。正在给假花浇水的是老兵吴杰，今年28岁的他已经在高原驻守了11年。以前我们这边种过那个真的那个植物多肉那一块，然后种起它就全部枯萎了，种不活。本来我们这边人就少，然后看起外面很荒凉那些，我们就给它浇点水，然后看起来有活力一些，看不到生机那种感觉。还专门给它们起了名字，那个叫小辣椒，然后这个叫小紫，这盆花叫大紫，那盆叫团团。然后哎，有些时候也会跟神经病一样的叫它们快快长，再长好一点。由于哨所四周地处无人区，荒无人烟，加上自然条件恶劣，植物很难生长，所以即便是假花，战士们也像真花一样打理。老兵吴杰和假花对话的情景，让记者深切感觉到了巴弄卓康哨所的荒凉和寂寞。因为在上面待久了，然后我们这里总共才那几个人，天天抬头也是那几个人，低头也是那几个人，把话题聊没了。我记得今年有一次下去洗澡，我一进单位跟疯了一样，一进门我看逮到人我就跟他聊天，基本那种感觉的话应该很少人能理解。因为封山啊，封了那么久，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，就是因为孤独。然而和老兵吴杰对孤独的感受完全不同的是刚来到哨所2个月的00后新兵张奇元。坐火车从山东烟台一路来到西藏，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觉到新鲜和好奇。这我一开始，我从来都没出过远的地方嘛，我最多就是出到威海，山东都没出去过。然后最后面一走着直接就走到西藏。从到新兵那时候嘛，我就感觉这稀奇感，感觉一系列的物品嘛，就是感觉就是好，很好奇。这边环境很好啊，你看有山有雪还有牦牛。巍峨的雪山，迷人的风景，让张奇元感觉这里就如世外桃源一般宁静美丽。而对于新兵的这番感受，老班长吴杰只是笑一笑，因为再待上一段时间他就不会这么想了。张奇元00后嘛，思想上面还不够成熟。很快巴弄卓康哨所就要迎来大雪封山前的最后一次巡逻。虽然连长早就告诉新兵张奇元，这段路非常难走，要克服许多之前没有遇到的挑战，他可以暂且缓缓适应环境，但张奇元却无论如何都要参加这次巡逻，并表明了不怕吃苦的决心。有可能是一次巡逻了吗？
最后一次走巡逻路，我必须得参加上。小心，同志们，今天咱们队南巴拉山口十字武装巡逻，南巴拉山口海拔5711米，有62阶霜，途中我们要经过乱石堆、冰川、雪地，同志们有没有信心？有有有！各组都登车。官兵们要进行巡逻的兰巴拉山口是中国和尼泊尔常年性边境通道，尤其每年9-10月份是卓奥有风的登山旺季，这一带出入的人员较多，成分复杂，因此官兵们的巡逻任务十分繁重。班长，这路我感觉很简单，很轻松的样子，这也没高原反应啥的。对，你现在是在坐车，是很简单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啊。待会儿肯定，我还是相信我。这一条公路是一条完全修筑在冰川上的路，之前因为冰川融化造成多处塌方，无法通车，官兵们必须从哨点开始徒步巡逻至62号界碑。而现在有了这条公路的修建，官兵们巡逻已了一大半的路程，但即便这样，前面难走的路还在等着他们。同志们，现在我们抵达停车点，现在改为徒步，继续前往南巴拉山口十字武装巡逻。各组组出发。组织找车过来。冬季的南巴拉山口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0%左右，普通人即使轻装行走，也相当于在平原地区负重30多斤的状态。而美官兵还需要携带20-30斤重的装具。穿越碎石滩是巡逻路上最长、最耗费体力的路段，也是巡逻官兵们需要战胜的第一个坎儿。大家注意安全啊！乱石堆，慢慢走。就是左边上来呀。老兵吴杰时刻提醒着新兵张奇元要注意脚下的路。当兵11年，他不知道在这条巡逻路上经历过多少艰险，但对新兵张奇元来说，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。路上不时出现的一簇簇雪莲花，更是给他带来了很大惊喜。像雪莲不是保护植物吗？一路沿着山脊线前进，巡逻队伍已经行进了2个小时，他们终于到达第一个休息点。战士封家磊已经累得瘫倒在石头上，而新兵张奇元却依旧活力满满。就感觉就是非常的激动，感觉就是想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啊想走到头的那种感觉。还是有点就是好奇心嘛，都是好奇心。第一段巡逻路，新兵张奇元感受更多的是巡逻路上的美景，这是他之前只在电视上看过的景色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暂时忘掉了疲惫，但在海拔5600米的高原上，一路上坡往前走，随着氧气的稀薄，大家脚下的步伐也越来越沉重。很快，出现在地上的一个保温壶的盖子引起了巡逻官兵的注意。有没有7天？没7天，你有没有7天？快点，
明天你就换完了。登山队的，登山队留下来的。保暖壶那是？保暖壶那个盖子，那盖子。我看这个放这里。就放在路上，看下次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变化。有一个登山队，是五天以前撤离的。经过初步判断，应该是登山队撤离的时候不小心遗留下来的。虽然这里离此次巡逻的终点62号界碑还有一段路程，但作为中国和尼泊尔常年性边境通道，这里是很多非法出入境人员的取道之处，尤其是每年的9、10月份是卓奥有风的登山旺季，这一带出入的人员较多，官兵们必须加强警戒。连一个普通的保温壶瓶盖都如此警惕，这也让新兵张奇元开始高度集中注意力去仔细巡逻，因为接下来还有更难走的冰川和雪地等着他。现在我们把乱石队那一段路基本上走完了，现在我们开始穿冰川。啊，你们下面看一下，其实上面盖了一层土，底下看一下，全是冰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在走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在石头上面，斜着走，斜着走，不要直直直往下面冲，待会刹不住。不要踩上面，老师，你要踩雪上面。老班长吴杰在耐心的一遍遍强调走冰川路的技巧，因为这些冰裂缝和冰窟窿是冰川上最可怕的杀手。他看似悄无声息地潜伏在冰川上，但最深处可达几十米。深秋十月，冰不会冻得太结实，冰窟窿的下面就是暗河，一旦踩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掉到这种河里面去，喘气的地方都没得哟。为了保证顺利通过一段艰险之路，连长要把巡逻的队形排好再走。我先下去了，吴姐在最后一个。好，我先第一个，然后一个一个下来。大家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一个10多米高的冰坡是巡逻官兵进入冰雪地带前要迈过的第一个坎儿，也是巡逻途中难度最大的一段路。尖锐的冰棱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刃，稍不留神就会给巡逻战士身上留下一个个深深的刀口。为什么戴这个手套啊？这个你用手抓一下痛的，对不对？即使心里充满恐惧，但新兵张奇元还是向第一个进行尝试。当时爬的时候真的，我都害怕掉下去，真的害怕掉下去，我怕一下掉下去真的回家都不用想回了。那是第一次爬那个。不要紧张哈，不要慌。但由于他还没有掌握好动作要领，一屁股滑了下去，所幸连长一把接住了他。小伙子，不要冲动，你这个动作是错的，一直就下来踩刹车，这里扛起走，这个地方就是开始转身，然后就慢慢，你看边放粉绳子，一步一步下来。在连长的指挥下，张奇元一步一步小心挪动着脚步，虽然心里有些害怕，但他不想第一次踏上巡逻路就成为拖整个连队后腿的那个兵。慢点啊，张奇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往下走的时候心里也想着不想走了，太高了，底下全是那种就是冰刺嘛，还害怕，然后看到人家在底下等着我，不行，我不能在这耗着。
驻守高原的难和险，张启远这一次是真正体会到了。而再往前走，路仿佛在巡逻战士们的眼前消失了，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。跟着脚印走。坚持，翻完这个雪地，上完这个坡，马上就到了。此刻，新兵张启远再也无暇顾及眼前雪山冰川的壮美。随着海拔的升高，缺氧让每个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胸闷、头疼。而在紫外线的照射下，周围总是白茫茫一片，雪地和阳光的反射率极高，强烈的光线会让视网膜受到刺激，引起暂时失明。出发前还信心满满的张启远也差点打了退堂鼓。当时真的已经很想放弃了，就是想赶紧啊，赶紧坐下休息，我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真的难受得很呢。后面就是感觉就差这么一点了，就差这么一点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我也不知道那个路线有多远嘛，第一次嘛，我就说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坚持，坚持，坚持。基本上就是用意志吧，劝着我一直走下去，一直走下去。支撑张启远用意志走下去的理由很简单，那就是一名边防军人肩上的神圣使命。当他想到老班长吴杰在这里驻守了11个春秋，想到界碑下庄严宣誓的豪情，想起自己当兵时许下的青春承诺，这一切在这一刻变成了动力，让他放开脚步，向最后一段通向界碑的路发起了冲刺。50米，49，48，46，好，45。徒步5个多小时，在海拔5700多米的地方进行最后50米冲刺。这些用青春与风雪巡逻路作伴的战士们，终于一鼓作气到达了此次巡逻的终点。62号界碑。刚开始我还是有点担心的，体能跟不上啊，或者说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啊。但从巡逻的情况来看，表现还算好了，比我第一次表现还好。这里是海拔5700，11米的喀巴拉山口62界庄，这里有我们守卫，请祖国和人民放心。这里。站在那里，当时感觉到的就是非常的自豪嘛，非常的骄傲，因为还是守卫的这个地方嘛。完成了兰巴拉山口的巡逻任务，回到巴弄卓康哨所时，天已经黑了，顾不上休息。新兵张启远还想赶紧问问电话那端的父母，今天过得怎样？咋还吵不成？哎妈，家里挺好的。家里不用管啊，在那好好干啊。嗯，好，肯定得好好在这份干。你反正明儿长大了，在这边你也别。啊，你和俺妈也别那么操心，别天天就想着儿这边啊，有多么冷，多么怎么怎么地。反正你们注意身体就行了。在镜头前，这个刚刚20岁的青年露出了难得的羞涩，不肯再跟父母说些更肉麻的话，只是躲藏在眼眶中的晶莹泪花，饱含着对父母的思念，成长。也许就是在这一刻偷偷发了芽。之前在家真的从来没和爸妈
开玩笑啊那种，啊说一个你爸妈你辛苦了，那些真的从来没说过。你到这边，真的一直看不到他们，真的心里就是很难受的那种。我感觉，穿上这个衣服嘛，就是军人嘛，军人就应该就是保家卫国嘛，做奉献的那种。驻守雪域，青春无悔。每一名边防战士都对驻守的地方满怀深情。我叫高鹏，来自甘肃沁阳，在高原已经服役7年零2个月了。我在这儿长期服役的原因是，宁可让发际线后移，也不能让国界线后移一寸。我叫王清康，来自甘肃省天水市，我来这服役1年多了，在高原服役留下我最深的印记是两抹高原红。我叫张彦文，来自青海大通，我在高原已经服役1年多了。人的青春有很多样子，我很庆幸我的青春有穿军装的样子。我叫熊振虎，来自贵州遵义，在高原服役12年，现在早已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我叫张小木，来自云南昆明，我已在高原服役15年，我将继续为边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我叫刘凤杰，来自云南大理，在高原服役11年，我热爱西藏，热爱边防，热爱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。和平时期，军人的牺牲不只是枪林弹雨和血染战袍，也有明知艰苦却默默守护的男儿本色。而那些走过的坚实足迹，都将成为他们军旅生活中最难忘的印记，融进生命的底色，永远忠诚无畏。像我们平时的话，可能血氧只有70几，77、78就感觉自己身体很舒服了。就煮个饭、拎个水回来啊，你就感觉这一天你这个头都是上来的。革命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这种地方总要有人工作的嘛。